预备，开始。我怎么有一只脚掉下来了？断掉啦！哎呦，我爬不上去了。因为你的方向不对，头要头不能这样。你是鸟吗？你不是鸟，你不应该坐在上面。你不是鸟，要给鸟住的。我第二格了，哇，第三格，哦，第四格越来越靠近我了，快要成功了耶。第五格，第五格了，第一百格了，哦，要怎么过来呢？这是一个大考验，哇哇，吴欣怡要挑战更高层，果然很有挑战精神。到底要怎么样过来呢？嗯，再用香肠嘴考虑一下。嗯，好，结果用屁股滚过来。哇，这样也可以耶。噔噔，耶耶耶！怎么又抓住我的手啊 ？Give me five。Amazing Spider-Man。第三五格。第三五格是那一个。